last name is Lee, Bruce Lee.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in 1940. I'm 24 right now. Lazy girl, 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，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，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公元2000年，中国5000年。十年前呢度曾经出过一个人，大家又知唔知道？佢又做过一啲事，行过一条路，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国人、中国精神。佢拍过电影4、5部，透过活动嘅影像、荧光幕上前所未有嘅动作、速度、拳脚、道路、哲学角度、无分角度，用现代嘅电影制造，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功夫文化，又行咗一条新嘅道路。截拳道、大懒堂今次喺呢度，净系想你做翻一个似样嘅中国人，可以学人，唔使下下抄人，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。你点做？试下又问下呢度，点解又有一班失败嘅人，唔支持自己人，成日走去扮其他人？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，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，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一个大中华，一个李小龙，每一个中国人唔系佢觉得骄傲。西洋拳剑柔道咏春北派唐队十二路，各门各路各式各样每一种招数，佢都用纸笔去记录，记录低，唔使做乜嘢门派嘅徒弟，以无法为有法，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。要真正表达你本质，只系最积极嘅武斗。佢拣咗呢条路，佢又行出咗呢一步，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。佢嘅主张做人要有自己嘅态度，唔可以墨守成规就原地踏步，成日企响度，不过谂住唔走去做。做又谂咗条歪路，想做就去做，但就最紧要行条正路。就如截拳道，撩音插弯佢一定唔做，唔要欺骗自己扮假威。五三五四李小龙精神不死，中国人唔会忘记。唔要欺骗自己扮假威。五三五四李小龙精神不死，中国人唔会忘记。Ready, one, two, three.我们中国人有乜唔好啊？我哋5000年历史，你有冇啊？为咗面子变成白色恐怖，你问心嗰句，你有冇啊？我想知道我哋中国人有乜唔好啊？你话我封闭，我话我有分数，为世界贡献又有乜唔好？系每个人最基本，你做到。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要跟人哋抄人哋，黐人哋中国人。不要看死自己，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不要跟人哋抄人哋，黐人哋中国人。不要看死自己，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不要跟人哋抄人哋，黐人哋中国人。不要看死自己，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不要跟人哋抄人哋，黐人哋中国人。I'll be killing you. Stro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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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ong.